欢迎收看台湾新剧团。赞啦！啊那，哎呦，困到困。哎呦，啊！这摆想哪？你是无排保险拿出来，你还没七鬼，你也扫出来了。不，无啦，就提早，提早。啊，你上次我们公司是没有经费的吗？都无人啊，无人啊。换新换新，再袂叫人看清啊！我也无看这通告页面。哎呀，那那块，你拢讲遐人咧烦恼，你无心机。你咧自肥吼你。我是叫你来看头看尾尔，你才家家走起来顶关子。第三集吧，都无人啊。无人，你拢走去。拢走去啦，哎呀，拢叫无人。对对对。啊，就问，永斌，这三码拢你个哦？无，即摆家己去看啦。银刀开公司的查甫，只要是查甫是父亲的，包括内裤拢伊个。真诶，内裤俺公司个啦。那呢？即间真好。以前嘛吼，我发现那个伯乐哥最近的情差，你要有淡薄啊进步啊。今天呢，主持人在大杯了。哎，真正有差嘞，有差嘞。因为公司主持人开会啊，本来我叫大杯来做服装的调整了，哎，改主持人讲哦，你嘛爱给我开一寡钱，小款。自装费嘛。一边听一边处理啦，趁钱也袂当投资家己。要投资。请干落爽落爽，处理人讲当作你是啥物？嚯，卖完了呢，规个拢走去买衫。真正有效吼。只要一个都拼。包袂你啦，你是我是甲袂烦恼，因为医生较好穿。你是恁公司上好穿衫，谢谢慧姐，较妥协啦。啊，你唔是讲爱投资家己，投资啊，对啊。唔安尼好啊，安尼话你看，穿水水了，看偌得人疼，对不对？对。菠萝哥，我是无差，我阿穿都是好穿安尼。你看伊个鞋啊，无一双才白啦，无加一双呀。阿为着今仔要上新，应该是新买个款咯。露三边嘞，我这无阿白嘞，我露三边嘞，规身窟窿穿白，要做白马王子啊！对对，无简单，有这意愿啦，对吧？那有需要？意愿，你问阮会收的嘞？你配合一斤尔，一斤尔啦，吓！无一定啦，反正效果观众写批来啊，对吧？要求我系叫阮某加写几样。对，你这台湾新剧团这部收视率真好嘛？来只上贵哦，有咱出去跟人去开讲就讲，吼，恁那些讲个什么人做你个都一个，人拢会讲嘞。他讲哦，我个武棍，那有一个啥做生态工啊，迄个。阿五啊啦，阿五啊啦，阿阿五啊，阿迄个我弟弟哥娘阿捌看嘞。对啊。今仔看到无啊生态工，我今仔来看阿成啊嘞。我今仔看 YouTube 哦，较早吼，阮朱大哥迄影片来底吼，十地九地位啊。位啦，拢位啦。哦，曝光率很高。伊今仔只旁生伊咧位个啦。来，大家拢在叫的，哦，叫来一个，拢搞啊无介好。你哪里讲？我介意做一个，做一个都无来。你介意草莓？我爱草莓，伊草莓甲我提一定弄口冰，冰甲歹。你是为着你的身体设想。好来，啊，今仔日吼，真欢喜啊！这个邀请到这个我心目中非常尊重的，就是这个咱歌坛的，哎，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哎是。也音乐作为伊的想法甲创意。以前哦，而且他声音很特殊，得到金曲奖的肯定，金曲歌王啊，台湾金曲歌王嘛，无几个啊。无几个。那今日要介绍这位吼，要介绍专辑，先来介绍伊的好朋友，即来电拢介伊较早做好。阿叻哦，伊台电拢介绍有诶有玩笑啊，有诶真好啦。这不一样，跟家都是。阿叻今日来 U One Bo One 优秀爆笑啦，介绍咱大力大乐队。来这首歌吼，但音乐类吼，恁打得棒的。哦，真经嘞！这首歌太好听了，太好听。台语情歌当中吼，非常经典的经典啦。这首歌叫做《再会啦，心爱不完的人》。哎，咱要介绍上吼。来，电竞教父施文斌。破。人无伊好人，伊情愿搁再期待，伤心人无目屎，总是阮多情啊，这呢两心肝，这无奈的感情，这也无来无散。到达站来十多人，等待回心爱的无缘的人，六月梦
人紧紧甲看，若是对阮拢无爱，伤心人无目屎，总是阮独情人，遐尼人心肝，这无奈的感情才会无奈无酸。到打算来十外冬，等待花也袂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心爱的无缘的人，若无爱石头嘛无彩工，过去像一出戆人的故事，无聊的梦。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六月的梦你遐尼啊香，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遐尼啊红。这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感动，听着的歌拢忙舒舒，谢谢啦，大家不气啊嘛，不气啊，真好听哦，哎，真的，有时候真的厉害的音乐人，他们就能够找到这么好的旋律，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而且这首歌它厉害的不是只有旋律，它的歌词。六月的茉莉像你啊胖，哎呦，茉莉啊，春天的花蕊像你啊，哎呦，是是是，又是一个押韵，啊，又押韵，意境，这首歌真正。一百分，谢谢了，谢谢。没有一点缺点，真的太好了，这个叫经典神曲。谢谢谢谢。然后去修神曲啊，还你去上了一个直播组的节目，他也有出片了，就李子廷。哦，李子廷，那他有刚好我们一起有接游戏公司的迄个港兄嘛，啊，多阿后伊有咧做这个节目，伊就邀请我去唱歌，我就唱真侪我的代表作嘛，啊，其中我就唱再会啦，心爱的波涅啦，我唱这一首歌这一段啊。一加起来，放在 YouTube 顶管啦，要短时间就破百万点阅哦。啊，结果多后有一个在戏剧节目，叫做前一阵子有上的，叫做《台湾犯罪故事》。哦，听过。一戏剧幕后的老板啊，一个女老板，有一天在咧办公室，啊，伊多后看了一段，伊听到我唱这首歌，唱歌尾啊，伊伫咧办公室内底哭噶。啊，那有。哎，可能是当年。有一这个歌可能曾经陈六合彩共辜嘞，是安尼哦，唔知啦，我嘛拍摄，推下转掉几张，拍摄嘛，可能有一些伤心的，对啦，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啦，结果他就到处找人，然后来请我，就是让我再重新唱一个这首歌，重新编曲啊，对，重新编曲，因为他们很喜欢李子廷那个，就是一个情诗啊，因为当初再会啦，继续挂来都有靠琴啦，有吉他啦，有真侪乐器嘛，对，啊不然就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钢琴伴奏，啊，所以后来就请了我们这个金曲奖的配乐大师啊，侯志坚老师，又重新编了一个这个东西，结果没有想到。这一首歌影响更多，不是只有这一个戏啊，爆红就对了。然后最近九把刀有一部新的电影，也在暑假要上映了，也要放这首当对，他们也请我重新再唱一次《再会啦，心爱的》。这首歌真的很受欢迎。
斌哥，你重新搁唱，哎，甲你以前唱，你家己感觉有啥物无同款？有差。这圣公是岁月的历练，对，心境也不同。哎呀，其他搞法子，跟你的专辑名有关，误会，误会啊，误会啊。年纪有了，他不那个对了。你是这个，无来是加减嘛，无来是加减啦。但是，只是唱一首歌哈，因为岁月了，哦，心绪不同，可能那个历练不同，对对，历练不一样，触动都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对啦，观众你要注意哈，你看啊，施文斌都要。总结了较紧吼，伊讲的诶，国语甲台语的比例差不多是3:7啦，国语占70%，台语占30%。诶，因为本身是外省人，你讲外省的，讲外省，伊这白阿母拢，台语讲了无啥会认，白阿母拢外省，啊，伊是尾啊，因为台语歌段了，接受台语歌，开始唱台语，开始认真，真的，我是开始到你歌段，我才开始学台语，对哇，你看今麦台语嘛，够外省的哇，外省人，但是伊这出道进前吼，伊就咧唱歌，伊啊未做歌星进前，伊就伫个迄个民歌餐厅，民歌餐厅啊，也跨不过去台语拢。迄个年代吼，我感觉迄个年代是一个台湾音乐非常非常有热情的一个年代，是，我就转台湾各地咧。更加细所在哦，叫像种刀落啦、家己啦吼，啊，拢有一半间啊民歌西餐厅，西餐厅啊，哎，就是有人唱，就有人听，啊，就生意就真好。啊，卖讲伫台北、台中这些较大都市，对对对，培育了很多优秀的歌手，包括我也是。对，我也是在台中唱。是啊，你有看你该王子杰老师？有。你看他们组团过啊？系啊。今仔日来代班的阿青老师啦，阿青啊，阿和啦。2005年有一对专辑内底有一首歌嘛，是请阿和啊老师帮我编曲啊。哦。我较早做唱歌时，那阿和个对啊，我唱《可爱的玫瑰花》。哦，哎啊，我要唱一首《可爱的玫瑰花》。你先唱啊！我哎、欸，啊，不是都要有前奏再唱吗？他说我是这样子，你先唱，我就跟你，就一直喇叭嘛。我说多美丽的玫瑰花，一直不，多可爱的玫瑰花，一直不不啊！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不不不。啊，这专业叫做插背书了，插背书。我这是空了堆着安尼啊，无法度，还是老我退我。因为伊唔知你的 key 嘛，对，伊无人来定调，所以你唱应该对啦，是安尼无唔对啦。有当下买当下，有当下老师也嘛唔知你要定什么 key， 唔知你管哪个啊，不你先唱，我对你对吧？哦，要对对。应该。啊，那看来还是变像咱的兵哥了，哎，五块哦，五块，对啦。这行话了。对啦，行话。来讲一个老故事给大家听哈，酒后心声在吧？怎样呀？这首歌吼，江辉赚一个机会。哎呦，啊，这会使讲是江辉，当然江辉红的歌太侪啦，伊是做迄个李兆金来秀别的海花，伊是几多唱。但是到酒后心声这条歌的时阵哦，迄阵的台湾的唱片业拄好是上界大变的时候。嗯，啊，讲到这酒后心声这首歌，照你讲是应当是安尼，应当是凡是伊是可能会石沉大海，因为听讲是放伫个。斌哥的一个 demo 来滴，伊要上唱片公司，伊想要做歌手嘛，啊唱一挂国语歌啦、英语歌啦吼，啊都因朋友写一条酒啊，是不是啊？叫伊唱 demo， 啊甲藏咧即内底啦，啊甲送去哦，迄个点将唱片的桂明玉桂姐能听啦，叫听听伊唱的，遐英语歌、国语歌人拢不爱啦，拢不爱。伊拄啊好，迄个时阵拄啊好，二姐拄啊好签去点将啦，啊迄个时阵拄啊好被。头家要替二姐收歌，啊，所以伊就听到我迄个 demo 内底有一首歌，啊，伊就讲，哎，这个歌就市场诶，哦，可以收给二姐唱，啊，但是我的头家拄啊好伫我的歌声内底听到我的唱台语歌迄个较特殊的味，所以当初迄个时阵，我头家就讲，啊，就要先写这首歌吼，要收予二姐唱，啊，但是吼，这公司希望能够跟你合作，但是条件是唱台语歌，要签你唱台语当台语歌手，对。啊，但是台语都唔是我的母语啊，啊，祖细汉问这个女主的，去学校内底的方言都未使讲啊，所以我根本就无台语的训练啊。嗯，跟我囝讲。对对对，啊，过去伫咧台中唱歌的时阵，我拢唱西洋歌嘛，啊，原本一直拢无机会当出片。啊，唯一的一个机会，爱唱台语歌，所以迄个时我想足久诶，哦，挣扎。因为虽然我还没有出道，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在台中小有一点名气了，
在 pub 啊，在民歌餐厅。啊，你的 demo 是你我你家己弹，我家己弹，啊用自己弹，用啊我伫咧民歌餐厅下班了后，这边哦下班了后，我甲头家借。就迄个机，录音的机，我就顺续录起来，安尼，厉害。你看安尼机缘啦，吼。哥，坦白讲哦，唱片公司，因虽然是看到、听到兵哥声真特殊啊，真特殊，想要栽培做台语歌手，不过唱片公司的头家嘛不是戆人，那教育官底安尼唱嘛是死啦。所以哦，就去搬车就大师出来，搬车黄明老师啊，来一纠正伊的发音。对，唔，这代志唔是像戆人像安尼咧，讲啊，叫伊来纠正伊。伊家己唱啥都唔知咧。黄明老师已经成功五，嘛是做五回。哦，前辈了，前辈。啊，是甚至是伊的音镜啊，黄建明老师都已经是制作人啊。对啊，对啊。啊，所以迄个时阵，拄啊好二姐，我喊二姐落迄个雄心酒店落完了后，二姐已经。出唱片了嘛？啊，同一年在录自己的专辑，《爱如青春》都给。哦。在迄个时阵，每礼拜啊，公司的人就找我去黄明老师伊个工作室，主要唱好纠正遗嘱哦。雄心酒店，还有这《爱如青春》都给，都要出来穿伊个装扮呐，他梳个马尾，就一副那种满清贵族的那种。满清。今天啊，遗嘱了，有像奇人那种，然后奇人那种满清贵族那种感觉，真的，那个时候觉得说，哇，唱台语歌，这样人家前卫，很前卫，很少这样装扮。不，迄个时阵跟他老三代呢，对不？对啊。迄个时阵爱白头毛，查甫爱白头毛，不能像这样，要跟新闻局先问过。不能披头散发，披头散发袂使，男生不行。对，迄个时阵特别猛鬼，出多进前公司特别猛鬼。所以绑马尾有公啊，我们公司有一个新人要出片的男生啊，他留长头发怎么办？他说把头发扎起来就好，是可以的哦。说哎，你好像很久没，所以是新闻局叫我扎，把头发扎起来。我那个造型是新闻局帮你做的，对对对。那你还记得你自己的专辑除了《爱如青春》《心如云》以外，还有哪几首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吗？二姐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丽娃雄红》，就是我跟二姐，对，所以我自己的专辑，大部分都是喊，一开始都是喊陈雅兰合唱，无情人男男对唱有没试过？哎呦，来啊！你两个要唱？伟明刚刚讲话。雄心酒店，我今麦这个故事就是表示两个查甫人去酒店饮酒，然后发现被给你榨钱。哎呦，被给你榨钱啊！我俩这里两个要唱多元成家。你们下机不爱玩照，所以我老弟要先玩。告诉了，来，男男对唱了，好不好？哈，雄心酒店，我跟兵哥合唱一下来。暗的光线，哀怨的歌声，饮酒的人无心情。世间的繁华，亲像梦一摊，也是无脚砖。暗淡酒店内，悲伤啥人知？痛苦。搁再来，你若有了解，莫问阮对倒未来，不愿讲出来，日子放心内，感情是落的无奈，苦苦的等待，也是等无爱，虚情的。
是孤淡的光线，哀怨的歌声，饮酒的人无心情。世间的繁华，亲像梦一团，也是无卡转。暗淡酒店内，悲伤谁人知？再来，你若有了解，莫问阮对何未来。男男合唱味道怎么样？这首歌它本来就是男生的歌，这句话也不关心 Sake 哟 ，Sake 哟，原唱好像是日本的民谣大师吉吉山的作品。对对对，吉吉山，对吉吉山，他是本来就是男生独唱的，而且那个吉吉山的那个他的声音很沧桑，他的声音是很有淡薄啊烟嗓一种烟酒嗓，类似这种感觉。其实，吉吉山这首《Sake》迄个时阵啊，那几年在唱《雄心酒店》这个版本进前，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然后也填过不同的词，那拢无啊？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哎呀，都奇怪，呛死。刚好丢迄个时机，对啦，对吧？但是这条歌红起来了吼，听讲我觉得有一个小故事啊，听说就二姐就跟兵哥他们就合开了一家伤心酒店，真的假的？对，然后就探底台班吼，亏了料，他探家被动然后出来，好笑哇！不是啦，最后谈传说啊，不，那是真正发生的里外辛苦的，哇，真正亏啊，真正是有一间酒店叫做雄心酒店，哇，外国亏的嘛，哇，不，那个时都有一日啦，我录音刷已经就暗嘛，我第一个鸭舌嘛，我整起你要去店里看看嘛，对吧？对啦，我先收小啦，准备等伊啦，要去收钱收钱。结果迄个人家属伊都伊嘛唔知载着我啦，因为天气很就是已经晚暗嘛，我个地步啊，经过民生东路的款，有一个巷啊，拄啊好一间大楼，大楼的门口有一个迄个充气式的迄个钢棒，黄色的啊，四个红字写雄心酒店，我都应起来，我就不小心的问这个问讲，我讲问讲，加拿有一间这什么酒店？雄心酒店。迄个问讲，我甲跟你讲吼，这吼一间吼，都是施文斌很将会开的。哎呦，道听途说，这不对了。我没有拆穿他了。但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歌很红，红到后来连酒店都用这个名字。不呀不呀，就是证明讲这个人是熟悉的啊。伊讲是多吼，发现叫伊讲完这个故事了，伊就叫伊塞卡头前个只落车，伊惊讲伊要去收销。叫发现，啊！另外就是，啊，佫一件，伊迄阵当红嘛，偶像嘛，对吧？雄心不动啊，雄
心中内底有一个七啊是佮意的，所以伊即摆惊这代志别看。我感觉你甲迄个运将会当结拜呢。是哦，你听到话呢？不过这个坦白讲哦，这个兵哥哈，你看哦，他虽然贵为金曲歌王哦，但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价值。来跟人家公开干恭维弄啊，有说有笑。他其实来大力也不是一次了，两三次。而且他跟子君也曾有合作啊，有合作过，然后也有十多年前就跟他一起合作了。你们有一首歌很好听，叫《情人节》，情人装，还有环岛旅行中，环岛旅行，对，环岛旅行的这情人装，这两首环岛旅行也很有趣。那两首歌是收录在兵哥环岛旅行里面。而且当时是有入围金曲奖，对对对，是我人生当中离金曲奖最近的时刻。没丢嘛，那条关没丢嘛，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没关系，入围就是，但是很荣幸啊，很荣幸。那刚好今天来哈，也子君也刚好也来当我们的助理主持哈，所以就借这个机会让你们在。回味一下，塞卡这首歌是在表现什么内容？新的夫妻两个啊，很甜蜜，嗯，然后。你是我的塞卡，这个哦，是这个意思。塞卡爱唱的好，没塞卡很花痕。啊，小三有不能爱唱哦。没有啦，真的是很甜蜜的歌啦。很少人会把塞卡这两个字比喻成这样。对啦，但是一般来讲，通常老夫老妻就不敢讲塞卡。我老公阿姐会塞卡，塞卡踩，是有。那算宅散啊，啊不，那算累赘，累赘。负担。好了，来听听你们俩唱塞卡了，好不好？好，来一起欣赏塞卡。你讨厌，你出我就出我，我的情感打起一家的运命，只要三顿饱，甘愿啊加减吃，我无心先把人斗大喜大肉，我甘愿跟着你的心。我的苦头欠着你爱我的心肝，只要一点话，咱来讲假话，我无心酸别人的富贵命。若有你将阮惜命命，我做你永远的老伴，谁知呀未来谁的好业谁散吃，只要咱的心一直白相啊，你是我，你是我永远的西京。讨厌，你出我就出我，我的情感打起一家的运命，只要三顿饱，甘愿啊加减吃，我无闲闲把人斗大喜大肉。的心肝，我的苦痛欠着你爱我的心肝，只要一领被，咱来讲假话，我无心酸别人的富贵命。若有你将阮惜命命，我做你永远的老伴，谁知呀未来谁的好业谁散吃。
只要咱的心一直白相啊，你是我，你是我永远的西京。哪有你将阮惜命命，我做你永远的老伴。相知夜以来，相的好夜，相散家。只要咱的心一直白相啊，你是我，你是我永远的西京。你是我，你是我永远的西京。哇，哎，甜蜜啦。子君的声本来甜甜啊，是哦，啊，人都听啊甜甜。谢谢兵哥。医生加电人听，业界啊，你看，起码你新代唱片啊，头家你嘛加听伊。是啊是啊。对。啊，伫阮公司播了，袂歹啊，听伊。是啊。电人听啦，电人听。这买唱吼，电浆唱片收起来吼，诶，电浆唱片是来赚有钱啊。嘿啦。诶，急流勇退哦，这是见好就收，见好就收啊。然后桂姐那时候就想说，把电浆。应该是说哈，把他的心血，把他的一路把他栽培长大的一个小孩，交给更厉害的人去栽培，嗯，哦，就是把他交给国际公司，因为国际公司对对一个唱片都有他的规划，对，哦，对他长远的规划，对一个歌手的栽培都有他长远的规划，对，所以桂姐她做这个决定，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是合理的，合理的。我对我对我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嘛是替伊欢喜，但是我为什么难过？后来不愿意合作的原因是，就是因为讲。我把他当成自己的人，没有他就没有我。哦，你只愿意为他。你的公司，你的公司也当赚大钱，你也当卖就好介绍，我替你欢喜。嗯，但是伊拢不爱跟我讲。真的，这个我感同身受。我真的我很受伤。后来我就想，他有一种感觉，这样就不要合作。你卖掉是连我一起卖，我是被卖的一个产物之一。然后你都连也没。都没有告诉我，对，智慧为生嘛，对啊。不过如果是说以一个，当然是朋友之间，难免会有这种情绪啦。啊，无你也要以一个事业体来讲的话，我事业体要搬咯，搬我另外一个人去经营，这是伊的财产啦。照你讲，兵哥那时候的合约也算是他的财产，当然，他要做什么处分是他能他可以做的，没错。只是说站在朋友的立场，你讲我的。弟弟家跟你合作这久啊，你要卖掉，你嘛甲我讲一下，对不？我知影一下，对啊，对啊，啊，就讲咱先改。当初迄个时阵，伊就是拢无必甲我讲，无必甲我讲。我迄个时阵，我也是年轻，比较气盛，我就想好，那就不要合作。没有，哎，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关在家里，然后每天上网打电动，然后写歌，这样，两年的时间。桂姐现在也变得比较不一样，她甚至约我出去吃饭，她说：“文斌，我当年这样子对你，你有没有很生气？”嗯，一定有的。我她这样子直接这样问我，然后我就直接跟她讲，我说桂姐，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啊，我还是谢谢你。那因你误会了啦，公公。当初就不是这样子。他大吓人，没就全部来砸门。没有了，也不会。当时其实就是不合作，对对，我也不会去想消极啦，他是消极的抵抗，不要合作。不过后来他这个，哎，金晶 B 是在哪一家吧？金晶 B 是华特，哦，柯董，柯董，2006年发行，2007年得奖，这个歌很好啊，很棒啊，对啊，而且哈，最主要是因为兵哥他的歌路哈。因为他涉猎太多西洋的音乐，所以他的唱法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你把人被欧巴欧别来，也可以靠了。你光我听着上面两人模仿师，模仿好像真的从来都没有做过，模仿不容易。除了模仿身材，看有没有办法。没有，可能模仿假发。我最近有在模仿他的身材，渐渐有一点像了。好了 ，OK。那好，因为今天歌哈时间不够，我们坐着让。是那个施文斌大哥帮我们唱一首一遍就好，就本哦哈，金晶 B 得奖作品来，好哦，来听听。
落雨暝，心酸酸，爱着你真情的名字，怎样放阮孤单，念在无缘的城市，过去啊，我袂开，无人通听，无人来安慰，是多的爱行去倒位，何时转来阮身边？世间的起起落落寂寞味，酸甘甜苦涩的滋味，来来去去真难避，无聊一生到达伤悲。世间的冤冤枉枉放袂离，只恨你伤心无由依，目屎吞落去，怨我痴情爱着你。哎呀，好好听哦，我眼眶都红了呢，真的，真感动哈，现场听金曲歌王唱他的得奖作，幸福啊，谢谢谢谢，哎，他声音，他那个转音呢，真是没有人学的，对。轻轻柔柔的，可能跟伊的嘴唇构造冇关的，他的发音的构造，真的啊，因为唱他是唱世间的温温温放袂离，酸甘甜苦涩的滋味，我就没有他那种有一点喉音，有点唇音，他比较你比较一字一句啦，他比较轻轻柔柔，一下子没有注意他就滑进去了，哎呦。来记者，真的啦！来记者，有个功力卡在告诉你，转音啊，你听就是轻柔的，咕溜啊咕溜的，咕溜的啦。我是得到秀慧姐的真传，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弄去弄去。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那个斜杠的人生哈。是，但施文斌是个歌手，大家都知道哈。不过他也是我们国内啊，可以说是很顶尖的哈，他们有一个形容词叫骨灰级啦，骨灰级，骨头夫啦，骨头夫级别的游戏玩家啊，那听说还是因为那两年沉寂，然后接触到游戏之后，就一头栽到游戏里面去。哇，对，因为黑的时阵，伫厝的时间就多嘛，啊嘛无通过嘛，啊无收的，所以我平常时下瓜以外，黑的时阵都还好一个游戏叫做《暗黑破坏神二》。啊，迄个时阵全世界有四个这个伺服器，啊，台湾的玩家上多伫咧美西，所以话迄个时阵就赶快伫咧美西咧一下佚佗，啊，不小心就玩上了美西天梯的第一名的玩家，那当时哎，我钱有退，不，当时就是暴雪就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台湾有一个艺人玩我们家的游戏，玩到第一名。就送给我一个亚洲荣誉会员哦，然后请我帮忙帮他们宣传《魔兽争霸赛》，这个就有钱了吧？有，这就有。然后后来因为消息曝光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友台主持的第一个，那个时候台湾没有电竞两个字，对，我那个时候做的第一个电视节目，直播的电视节目啊，然后应该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电竞的直播节目，直播嘞，电玩骇客创举，对啊，所以现在你看电竞多红，怕点东西几回输了，但是这目前的游戏来对有很多很多，我们讲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爸爸妈妈给洗边环路，游戏来的有非常好的动画人才哦，美术人才、音乐人才、音效人才、写故事的人才、城市的人才，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专业了。对了，一个主持不是只有游戏本身，对，所以搭配要很多的灯光效果，所以他们做爸爸妈妈的去陪伴自己的孩子，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说不定以后他就是未来这个游戏里面的佼佼者。那我错怪我儿子的，对，让他玩吧，你儿子让他玩啊，从现在开始你就好好的玩吧。爸爸准，答应妈妈说我白供。其实你未来不管你操纵任何东西，都是在操作。对啊，你可能从国中、高中起就要开始去训练他们在这一方面能力。就像兵哥讲的嘛，它里面不是只有游戏嘛，不是只有在那边打死几个人呢，他是在算说，你看你这个场景，为你怎么吸引人，谁帮你做美工设计，什么谁帮你配合这些音效，谁帮你做这些声光音响，行销各方面，里面都是各个不同岗位的这些工作人员。我觉得这样是很合理的，所以太厉害了。
兵哥是我们国内骨灰级的啦，紧绷哎，老塞乎啊！一般在听说全世界玩游戏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我怎么样？咱以前生都逼近50年。你看兵哥开干先哦，我讲是不是魔术方块？不是啊，不是，是黑白电视黑白电视机哎，有几种有几种物件分作两级哇，啊乒乓球底下拍啵。不，底下旋的掉，掉掉掉，乒乓球咧。我把圣鬼，你就底下转嘛，转来咚，掉掉掉掉掉掉，对对对，你把不能让球掉下来。对啊，那这这么急，而且它速度越来越快啊，对对对，移动越来越快啊。哦，原来就是那个啦。嗯，原来我们是电竞选手，我都没给，我都。你被歌手耽误的电竞选手，你也是骨灰级耶。好了，讲一下，例如说不低啦，咱这个是大人吼，你利用手机啊，然后电脑也好，你去日本楼顶馆，你找人咧。怕麻雀，啊，黑马是电竞，广义解说，黑马是电竞，一马我就胜啊，对啊，黑马是电竞啊，对啊，所以社团法人台湾电竞协会的理事长，哎呦，家家都喜欢的斯文斌大哥，对，消息一出，尹茂被就会离婚了，我这人秀瓜秀瓜笑呀，秀瓜怕电动做理事长，好啦，因为咱大概拢知影嘛，做理事长这种的，拢。没有薪水啦，对啊，无薪水嘛，义务薪，啊，都是花钱出钱出力，然后吃力不讨好，真的，啊，太太就觉得我神经病啊，没错，对的。不过这个坦白讲啊，你的人生这就像一个双岔路一样，嗯，啊，双岔路啊，但是你把歌，你把你的演艺事业跟这个电竞事业把它交集，就像两个小双岔路的一个交叉点一样，是啊，因为都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啊，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听。欸、我当作你要唱一条，那个香车咯，哒哒哒哒。对，香车咯这首歌，拄啊好就是你爱的不是我后续作品。哦。多年后，多年后我们又回到了这一个当初分手的地方。哦。这首歌，你爱的不是我这首歌超好听。谢谢谢谢。会唱这条歌，我感觉做有质感。会唱这条歌，我就做有乐的。哦。哎，真的啦。就是我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唱歌，有人点这首歌，我就会想哦，刮目相看，有内行的感的歌哦，有质感的歌，我就会这样，因为咱去唱歌，咱现在点的歌，咱去跳，咱才不一定会哈嘛。对啊，我拢是巴拉歌，唱歌，去边头巴唱歌，突然间一个人客气哩，啊点这条歌，哦，听到这真走落了了，哎呦，嗯，会晓唱这首歌，我来，咱来，我们想去听听看，唱怎么样？大林兄，什么款的歌对你来讲是无质感的？比如讲唱，吉他把崩溃。比如讲唱我的什么乱世英雄啦，啊，什么几迷啊，这拢算袂歹的歌。你无安尼自肥啦。好啦，咱来听这兵哥来唱这条歌哈，香车咯。冷落的雨，一阵阵压淡着青春薄薄，一往事如今吹拢无。冷淡的路，偏偏又因阮的沉重脚步，孤单回来，难忘一场。当初你并不爱我，想着也足艰苦，一关等我，一关失落，莫讲你看无，爱总是无奈何，其实我心内拢清楚。勉强到阵，结局无分开的好。冷静的歌，一句句陪伴我一步一步，慢慢走过当初那条相思路。
路的风，一阵阵压淡着青春薄薄，一幕往事如今吹拢无。冷淡的路，偏偏又因阮的沉重脚步。初你并不爱我，想着也足艰苦，一款感冒，一款失落，莫讲你看无，爱总是无奈何，其实我心内拢清楚。慢走过当初那条双车路，当初你并不爱我，想着也足艰苦，一款感冒，一款失落，莫讲你看无，爱总是无奈何，其实我心内拢清楚，两中斗阵，结局无分开的好。一步一步慢慢走过当初那条双车路，最难忘的爱的双车路。诶，相切咯，诶，我觉得这歌就是这样哦，也有生命的延续哦，没错，对，诶，换成就是说早一点，早期你爱的不是我的那个感觉哈，又回到这里来，然后把那个音乐的那个视野再往前拓展。是主要这个专辑叫做《误会》。误会唱的跟不会唱的不一样，跟少年唱的不一样。误会，所以这个围绕在这个误会的这个主题里面，所以专辑里面十首歌都是和误会有年会的人。我觉得误会有比较吃亏呢。我少年的时候，我偏要把他唱歌，我那唱唱了，有人客就算感觉我们唱得不错，就唱一下，等我们买单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买。哎呦，哦，那么好会啦。就误会了，都我们别人买单。这样子才厉害，对，对不对？误会还够有钱，但我都买单。这少年唱得真好听。误会的人没钱，还好撩脸啊。对啊，误会，没钱。好，我们来讲一段那个亲情的哈。哦。这个施文斌，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嗯。有三个字，你俩那有读册应该不知啊？这三个字，姨父子。姨父子。姨父子的意思是讲，伊在还没出世之前，因老爸就过往去啊。是。是老爸，不是老母，因为老母过往去就生不出来。生不出来。老爸啊，一定是老爸过往。猜啦。不知啊。本来该水节嘛，那这每日一句，那该水节好难了解嘛。那施文斌他本身就是一个姨父子。嗯。他爸爸是。啊，这个以前是在航空公司上班的，对，这美台南的美商的了哈。对，民国五十三年三月二十号迄一天，直接飞机。哎，我当阿未生出来，我五十四年。要不，伊妈未生出来，对不对？伊妈未生出来。你搬到来对。我是讲，迄天有直接飞机，去台南要飞登去台北。
结果栽落在伫个台中遐嘛，凤园，伫凤园，爸爸栽落遐，栽落伫凤园，然后伫凤园失事啊，啊失事当然飞机失事一定是大代志，啊迄阵恁爸爸就因为安尼来离开，迄阵恁妈妈本来是想要离开嘛，要准离开，你的生日是当时十二月十号。哦，这拄啊才五年，拄啊才成型呢，对对对对，你才从蝌蚪变成有胚胎而已呢，哦，然后后来他一定会很伤心，把他生，本来妈妈想要去跳碧潭呐，哎呦，他走到碧潭桥桥顶馆，已经被看下卡的这个潭水啊，不然被他跳了呀，阿伯呀，他看到了微微凸起的肚子，而且说啊。还是一条生命，施家的骨肉，不管怎么讲，施家的骨肉，好吧，我把这个小孩生下来，哦，再去死。哎呦，结果小孩生下来，这个小孩怎么这么可爱？舍不得，舍不得走，的相依为命。上面也没有哥哥，没有，没有，就你一个。所以我其实就讲嘛，这个家妈妈就只生我一个，家里面没有兄弟姐妹，啊，妈妈又要出去工作赚钱，所以从小成长。唯一能够陪伴我的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音乐，一个是乐器，一个就是游戏，所以我这一辈子最热爱的两件事情，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游戏。但是我要再讲另外一个人，是他生命中的等于是另外一个爸爸，另外一个爸爸，就是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在他爸爸他等于是刚亲吻的时候就过世了嘛，对，你不能让一个女人就从此没有了感情，独守空闺，所以后来他认识了一个我们国内很有名的文学家陈应真先生，陈应真先生可能如果大家对文学稍微有一点研究，他其实是在那个早期台湾的文学，民国五六十年那个时候，台湾乡土文学的，对乡土文学，但是一位代表人物之一啦。然后他的作品也很多。我们今天资料照片里面有一张是陈应真先生写给施文斌的一段，他写给妈妈的信啦。信，然后在一个角落，顺道在一个角落就写给我，然后旁边还特别用注音这样子。对，他就说叫他自己 daddy， 爱你的 daddy。爱你的 daddy。对，字好漂亮，你知道吗？故事都。你如果再把它细细回味，它都很动人。如果你有画面的话，你会更动人。因为如果大家对陈应真的作品，或者是跟我妈妈的那段爱情故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部小说，叫做《夜行货车》，就是陈应真的作品，叫《夜行货车》。货车不是晚上啊，夜晚的夜，行动的行，夜行货车。然后《夜行货车》这一本小说其实就是在讲陈应真跟我妈妈的爱情故事，只是结果不一样。讲到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这个施文斌的妈妈是外省人，外省人爱因家出道拢唱台语，台语，啊，唔知讲得奖伊嘛唔知得啥物，啊，唔知啊，我家得奖是得什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得奖，所以后来呢，啊，这个施大哥他就开始想到说，怎么样唱一首妈妈听得懂的。听说已经前面有一首了，是不是？我2001年把下几首歌，母亲节嘛，下几首歌叫做《妈妈是咱的保心符》。啊，发表了后，我就甲阮妈妈讲，啊，因为这首歌头前阁叫妈妈去录音室内底唱小时候伊甲。哦，囡仔有是有儿歌摇篮曲，阿伯呀，就那一句话是国语的嘛，台语的就听阿伯，所以在2年前我们把这个《波形湖》这首歌来改做华语歌，叫做《幸福的声音》。阿伯呀，我还不用老师有，后来我就跟武雄老师讲说，这样子好了。以后的每一张专辑都放，我们都写一首华语歌，所以因为至少让妈妈听得懂。那不然就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也是算是给施妈妈的。对，皱纹收在这一张里面吗？对，哦，那以后唱得到哦。不过这个扬声 KTV 都可以收，点得到这首歌。好，我们来听这首《皱纹》。
可以淋湿几个人。一转眼，稍纵即逝的从前，多少往事已变成永恒。一辈子可以记住几张脸，一回首可以有多少感恩。一场梦如今依然没改变，一路走来已经过了几个春天。那些梦，那些年，那些过眼的云烟，那些歌，那些人，经过岁月的沉淀，那些爱，那些恨，蓦然回首都不见，慢慢变成无限的思念。住几张脸，一回首可以有多少感恩。一场梦如今依然没改变，一路走来已经过了几个春天，已经过了几个春天。特别有一种味啦，是啊，所以尤其吼，其实四面大哥，伊是算叫台语歌耽误掉的，多元化歌手，唔通安尼讲啦，唔系你西洋歌唱就好呀。虽然我是开始唱台语歌，我才开始学台语，但是讲真正啊，即马台语已经是我的人生啊。对啊，你啊看伊个五零七来对吼，伊个像个像是老段那些歌里面啊。他唱的都比讲啊比台湾人更加到底，字正腔圆。哇，那来个接下来，咱就要来听今天最高潮了哈。对，这首歌是施文斌他出版的专辑的第30张，也是他成立啊这个自己的音乐工作室以后的第十五张专辑。啊，你讲五回不？58岁算五回吗？有啦。你啊比
较前辈者来讲，咱嘛是算少年家，哦，啊，但是咧，对咱较下辈人，咱是讲五十八年，是将近要加一加子啊，有一寡经验啦，有一寡人生的这款啊，这个想法，甲要甲下辈人分享，麦当唱这个歌来做一个探讨，对吧？吼，是。那最后来欣赏这首施文斌老师的《误会》。
太好唱了，太好听了。你唱你的味的，你唱那种感觉，跟刚二姐的唱歌不一样。但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刚刚从那个休息室往这边看，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专辑名字取对的。哎呦，误会，真假误会啊！误会。也修慧姐讲，修慧姐讲，我看在少年群哦，一半百万，那三十年，哎呦，一半百万是真大哟。明明都你讲的，你哪会讲修慧姐讲的啊？没我说可是也笑脸型哦，笑脸型哦，哎呐，有一种贵族的气质那种感觉，对对对，没错，三十年了啦，不点了，是买电脑，一买公鸡，不买买的，对吧？哦，是可是真的啦，但是那误会的几样，误会那心也误会，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我们人生的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不过对电视机前面这些长辈来讲，我拢神经呐，是啦，对，我今麦在摆恁的工作就是啥，在陪伴，是啊，我伫遮不管是唱歌啦、曲啦，是的，啦比赛啦、练小话啦，拢是在陪伴，陪伴所有时段，希望你们开心，对对对，啊，所以希望恁会当每礼拜拜六下晡四点到六点，赶准时收看咱的台湾新歌榜，这是上重要的哈。今天来当啊，邀请到咱的金曲歌王施文斌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宣传他的新唱片。哦，班官，误会，误会，我们把它挂在我们的唱片墙上，感谢，感谢。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看，但是我只刚才跟铁青姐，5月5号正式发行，是，然后发行之后要请大家啊，无论如何哈啊，底下帮楼梯馆赶到点阅，感谢，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台湾新歌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非常欢喜又搁出新的专辑，我新的专辑叫做《误会》。即届特别邀请金曲歌后秀兰玛雅做伙合唱，配下一首台语的节奏蓝调《游玩喜力》。花谢花又开，月落月中圆。君不见，年华如流水。你出红艳天，你落黄昏时。春来秋去啊，叹别离。往事三句话，我来千次难袂去。是一场最难忘的病，我已经袂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但是我袂记思念从来无停止，思念无停止，昔日的城市今夜已经找无你，是重回怀念的过去。
是渐渐失落的原因。我已经袂记当作安怎爱着你，但是无袂记思念从来无停止。